是直条纹理的，然后就是完全透纱、透凉、透肤。然后它很棒的是，它完全不需要做任何的整套。长度呢 ，New Era 身高161公分，小个儿不会太长，高个儿也不会太短，就是刚刚好。它比一般的蓝衬衫还要白，那原因是因为它上面有这个纹路，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微微的光泽跟立体感。如果你是想要就是围绑的话，我觉得这件很 OK， 绑起来蛮可爱的，夹口啊都非常的舒服，快干，然后又冰凉，然后就透透的这样。绿色的话是我觉得里面啊今年的流行色，很干净很清爽，然后首秀一样有帮大家做一些打折。那我觉得它最高的诉求就是这一块面料的颜色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呢它不太皱，它是直压纹的部分。好，然后绿色的话我就搭一个全白，因为刚刚都搭长裤嘛或者是连身裤，我就想出来搭一个就是比较夏天的感觉，